哦，嗯哼。啊，还有一些竹科或者以前五股工业区根本就没有，已经是空无一人，哦，很多厂房都空了。是，可是最近看到的是基本上都回来，所以我比较建议的是说，我们政府应该要抓住这一波，哦，能够多给一些鼓励跟优惠，哦，嗯哼，嗯哼哼，那么借这一波，当然目前房地产看起来好像是蒸蒸日上，哈，啊，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时候，其实最重要的是土地成本的取得，是，哦，那环保当然是一定要，嗯但哼。是怎么样在整个重点产业，哦，能够给予比较有力的扶持。是，李市长你怎么看？真的会有一波大的台商回来归于返乡的这个大的浪潮吗？还是可能只有少数的像董事长这种比较有良心、想要跟留台湾的少数个别零星的企业回来？究竟这个缺工会导致一个大量归于返乡潮吗？我想这个大量返乡这件事情，我是蛮疑惑的啊。当然，有一部分回来这是肯定的。那当然，现在整个世界在变嘛。你比如像现在谈环保、谈绿能，甚至我们刚刚谈到说是云端的这个科技产，所以很多新的方向、新的产业也在发生。那这个时候，政府应该是看样子好像政府把这个两岸的门打开了，其实它里面还有很多小门呢。到目前还是关着的，对于不只是限制的大陆来投资，甚至国际投资，现在都是还蛮抱怨。所以我觉得台湾要尽快能够走得像瑞士一样开放，你全世界人都来，你就不用担心了。那这一块是我们平常行政部我们要更加努力。可是我请教你哈，在中国大陆，一个上班族领的薪水，说实在，应该已经比台湾高了。台湾现在年轻人就是22000块啊，好一点的产业，像电子科技业，可能3万出头。中国大陆也要可能要到1万多，1万多台币就是4、5万，薪水都比我们高了。那为什么不包括台商在内这些外资不愿意跑到台湾来，卡在哪里？这整个是内销的腹地跟未来发展性的问题嘛？那无解啊，那无解对不对？还是有解的，就是你台湾怎么抓住你的 niche market？就这一点，就台湾要充分思考，你现在到底是，其实台湾还是有很多有利的地方，只是我们如何做最大的发挥。汪老师，你看台湾有机会吗？在这一波的缺工潮，让更多的台商在内的这些企业来到台湾投资，有可能吗？刚刚李市长也提到，就是部分是有可能的哈。那如果说要进一步大规模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发生在 ECFA 签订以后。签订以后，台湾缺的就是市场。如果 ECFA 签订以后呢，我们台湾市场跟大陆市场都连在一起的话，那我们厂商在哪里设厂，可能考量到那个内需市场那个因素就会大幅降低。只要你在台湾设厂，你仍然可以用同样的条件。啊，同样待遇可以行销到整个大中华市场。那这时候台商呢，如果基于整个投资环境啊，不管是环保啊，或劳动条件的要求，或其他的政府效能或各个方面的条件或赋税的优惠，如果综合考量的话，那台商呢，在 ECFA 之后啊，我个人预期啊，会比目前会更大一波啊，回台湾来设厂。因为我想说，以台湾来讲，不管是竹科啊或北科或内科，下就南科这几个地方啊，不断的在改善投资环境。那经济部和工业局也砸下蛮多的经费，不断去改善基础建设、基础投资环境。那台湾呢，劳工素质比较优良啊，政府效能其实也不错了哈。那赋税条件如果又在跟大陆有竞争的话，那我想整个企业的竞争力啊，加上这个优秀劳工素质啊，在台湾设厂，好，回来台湾设厂。那取得大陆这种整个广大消费市场，我想这些有利条件加起来，台商是很乐意回来。通老师，你认同所谓的因为中国民工的缺乏，这个民工荒，使得很多台商在思考要不要归于返乡，而最后那个临门一脚就是 ECFA。我想这跟 ECFA 可能是一个蛮大的议题哈。那我觉得我们先还是从民工荒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在大概80年代末期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企业出走，那它主要是因为一些劳动力成本，好，然后对外去出走。那现在这些产业呢，基本上已经在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呢，已经生根了。所以你要它再回来，我觉得这些产业是不太可能。是。不过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再从价值链去出发，也就是说现在整个台湾跟大陆跟其他国家的分工，现在很大一部分在产业内
甚至说产品内的分工，也就是我们必须要从价值链去切割。那么整个在台湾的经营跟发展，它不是整个产业搬回来，而是应该有一些价值的这个附加价值比较高的生产活动可能搬回来。是，比如说研发啦、品牌啦、行销啦、服务啦，这些东西呢可能会在台湾有更大的空间。好，但是如果你说纺织业整个搬回来，我想大概可能性不大，或者说制鞋业，我想也不大。好，即使说大陆缺工缺到怎么样，我想也不会回来台湾，因为他们可能要到东南亚去，或者说其他国家去。是，我想是第一个思考可能会有这个角度。第二呢，以目前我们看到大陆的这个工厂，大概有三个模式来发展。第一个就是说就地升级。那么就地升级呢，它包括说透过就地升级创造中国大陆内地的这个产业链的分工。第二个就是说，包括它研发活动的这个提升，好，包括品牌的建立，是。那这一类的这个模式呢，大部分是中大型企业为主，所以它需要运用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这个人才，是，需要跟国际接轨的人才，好，甚至说一些制度，那么比较完善，那么特别是说高科技或者说一些服务业，基本上内地呢还有很大的这个不足的地方，是。第二个呢，往内地来移动，那么往内地来移动呢，大部分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它是在乎说那个劳动成本比较低廉一点，所以它愿意进去。是。那第二块是说，因为它内需产业的扩张，所以中小企业可能也希望说去占领这个内需产业的这个市场。是。那么第三种模式呢，是大中型企业，它要分散风险，所以到东南亚国家来投资。好，事实上这一波进去的跟八零年代末期进去东南亚国家的这个模式不太一样。是。比如像鸿海或人保。或者说像台塑，那么他们进去东南亚这个地区呢，他基本上是要建构一个全球的布局，所以呢，这些人呢，他基本上是要能够更加分散风险，来突破他在分工上面的限制，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再来看台湾的话，台湾不能走相同的路，我们必须要拓展的是第一个在服务业方面，服务业我们占了七成，是，那么大陆的服务业到现在还没有突破五成，所以我们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去做适当的分工，能够把这些服务业高阶的服务业、附加价值的服务业能够转移回来台湾的这个生产。第二类就是说附加价值活动比较高的，比如说像研发、品牌、行销、服务等等，就是说两岸是在做一个产业内的一个分工，或者说产品内的分工，让台湾在附加价值上面往上提升，那我们才有更大的机会。好，我想我们当然希望台商回来，但是也要考虑到台商他的处境，同时也要考虑到说我们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可以吸引更多的台商回来。是是是，我想这些是一个思考的一个。不过我还是要请教你，刚刚黄老师提出的那个逻辑，我们也许再好好讨论一下。刚刚理事长有谈到说，其实台湾少的是那一块大的腹地、大的市场，可是我们还是找得到自己的 niche market。黄老师的说法是说，其实在中国。这边的劳动成本上升之后呢，这些台商在内的企业，他就必须要思考，我到底要在哪里设厂。如果说中间这个门槛把它拿掉，也就是签了 ICFA 之后呢，台商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他都可以生产，因为台湾跟大陆的市场是连结在一起的。这一部分 ICFA 似乎变成了是台商回来归于返乡的重要的一个基数跟触媒。你认同吗？我想如果从单纯关税来看的话，会有这样的效应在，但是也要考虑到说自由贸易区它还有很大的成本，这个就是所谓 原产地的证明。那么如果我们以东南亚国家的自由贸易区来看，那原产地的证明呢，相当于这个出售商品的价格10%到25%，那目前中国的平均关税大概9.5%，台湾的平均关税大概4.2%，所以总体来看的时候呢，其实真的这样做对信心是有帮助，但是在贸易的成本上面的一个减量呢，并不会到那么大。是，不过就是说，如果这一部分能够扩散到服务业、到投资，那我想那个效应呢就会相当大。是，因为现在其实我们都是生产要素的这个流动，是，包括人才、包括资金、包括技术、包括资讯。那这些的移动呢，应该会带动更多的投资，那也会引发更多的贸易。是是，所以如果这一块能够有一个更大的空间，包括我想一些产业的规格，包括一些这个竞争政策，甚至说 IPR 的保护，知识产权的保障，那这些呢，会对台湾总体的一个竞争优势呢，会有更大的帮助。董事长，我要请教你，接下来台商的选择究竟是会如何看到这样一个趋势？究竟是留在原地升级，或者是可能中小企业比较技术密集的、劳力密集的这些产业吸进到内陆去，还是可能会消失？
或者是会选择回来台湾。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包括台商在内的这些外资企业在沿海面临到很大很大的压力，究竟是要进到内陆去，还是要迁移到别的地方，甚至回来台湾。我们来看看台商面临到的压力，可能他们的选择会是如何。繁华的北京街头，处处高楼大厦林立。再看看金碧辉煌的上海街头。